大家好，我们是文芳光学。今天这部影片是使用 Manga 82口径 HD 高清单筒望远镜结合智慧型手机进行拍摄的。此款望远镜是采用20-60倍伸缩超广角目镜，观测时视野大，亮度高，影像也十分清晰。所以这一款真的也是一款十分高 CP 的单筒望远镜，也是我们店长强力推荐的款式之一哦。那这部影片是在嘉义所拍摄的，那片中所拍摄的目标是候鸟黑面琵鹭。候鸟是最难拍摄的，尤其是黑面琵鹭，非常害怕人们对他们拍照或者是打扰，所以只要有黑面琵鹭的地方，距离几乎都很远。至今光学界几乎没人刊登亲自拍摄黑面琵鹭的实录影片与网站上，大多都只刊登距离较近的鸟栖息地或鸟的巢穴。本公司所拍摄的影片保证一镜到底，绝对真实。此款单筒望远镜可接单眼相机及手机拍摄。由于现今科技进步，手机镜头越来越高规格，使用单眼相机拍摄与手机拍摄的效果差不多，但是手机较为方便操作，随机挂上即可拍摄，连相机都不用带，所以越来越多人运用望远镜结合手机拍摄。总之，此款望远镜最大的特色是长程距离观测，拍摄大自然生态、天体星空皆能使用。如果有大楼阳台，还能当景观望远镜使用，观测对面的山景、夜景，不需花大钱即可享受此些壮丽奇景哦。